Earth site, we have an anticipated completion date of the end of January, which is super exciting. I know we won't be able to go in, but anyway, it's still happening. We wanted to let you all know this. Progress is still going on.本来是很平很平的雪，然后被我们俩给踩成这样子了。好歹的风好冷啊！你看风多大，吹得他的耳朵都在飘，好搞笑。Are you okay? Oh no! You want my glove? Where are your ears flying at? Are you cold? Okay. 最近都没有好好录视频，因为心情不好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录些什么。今天终于就觉着心情有所释放，然后可以录点别的什么东西。啊，我最近在想，因为我的 Final Cut Pro 它那个免费试用已经到期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就是在想要不要花大价钱买。啊，但是小布说呢，是如果是你的爱好的话，你就应该买。可我觉着我的爱好也太贵了吧，所以就还是在犹豫当中。嗯，所以先陪狗子出来溜一圈，然后再想一想到底要不要买。啊，如果要买的话，可以当做生日礼物买给自己。下雪天，但是其实是晴天的这个时候，就会让人感觉心情特别的好。啊，虽然说我的脸还是要通红通红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还是觉得自己。像不像是在那种什么高原上，然后长途跋涉，然后生活艰辛的感觉？而且他走路总是拖着步，所以没有脚印，只有一道。What do you want? What do you want? You want this? Do you want this?每次下雪的时候都要感叹，这边的这个地真广，人真稀。然后，就我和狗子，从今天早上7点钟下到1点半，就下了这么多雪了。看我的墨镜，因为实在是太白太晃眼了，就选择戴个墨镜嘛。但这个是戴那个度数的墨镜。我总觉得我每次戴这个时候特别像外星人。